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明传大学法律系的谢纯真。人家叫你怪怪美少女。对，上次唱的是 Lady Gaga 的歌嘛。嗯，那这次为什么又穿了旗袍了呢？因为这次我要唱的歌是就是李玟的《刀马旦》，然后是想说，就是因为它是一首比较中国风的歌，然后因为其实《刀马旦》是就是在中国戏剧里面是一个比较武打的角色。然后就是今天就是为了配合这次的主题创意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带来就是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就是用一把吉他来就是代替这样子。嗯，很期待你的表演，也希望你顺利过关。谢谢。城墙，月光摇摇晃。